来逐帧分析下国际服航母节预告的一些细节。一、建筑工人从沙发上跳下来，后排的建筑工人小屋整体为红色。二、渗水采集器有了新等级。三、怀表指针指向一和六，明示航母节结束后就更新16本，这个也是老传统了。四、法师塔新等级。五、空气炮新等级。空气炮上次有新等级还是在11本，究竟是增加击退距离还是增加范围呢？六、连弩新等级。七、禁闭采集器新等级。友情提示，如果是素本，请勿升级采集器，只有穷才能防御超哥。八、涂鸦墙右下方出现新战宠头像。九、两个箭塔融合一起，这个功能可能是16本的重头戏，不知道其他防御能不能相互融合，如果能的话，那玩法真的是千变万化了。十、炸弹塔新等级，整体配色为红色，那结合之前的可以判断16本是以红色镶嵌少量金色为主基调的。11、工程战车会不会有改装模式？按照此前每个大版本都会有全新的工程单位。12、板凳两人组再就业。13、右边出现了储金罐的新等级。14、左边出现了10级的训练营，会不会暗示皮卡的超级部队呢？15、最后大本营逐渐膨胀，大本营在激活后也属于防御属性，会不会和其他的防御建筑融合呢？去年的航母节是11天21个小时，目前国际服哥布林雇佣工人活动还剩14天，这个活动结束后差不多就是16本了。